蓝一朵和赵小狗的互动真的好好笑呀，这是不是就是熊孩子治熊孩子的样子？专家在讲解发电报的摩斯密码的时候，小狗一直在旁边动他们的电报机，一直在弄，一直在弄，就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。然后这个时候，大老师本来想阻止的，但是又收回了手。然后老王就出手了，直接把电源关了。因为我治不了的熊孩子。大老师还悄悄给一博点了个赞，干得漂亮，还得是你。月华十周年的年会上玩游戏的环节，大家都在让着小果，就老王一个人在摇头。果果妈妈走到这儿，特别厉害的告诉我，所以重来。重来？你开什么玩笑？听不听果果的话？听听听。大家都说听，就老王一个人在摇头。最后大合照这里，我真的是看一次笑一次。也是一博的背后没有长眼睛了，不然果果肯定完犊子了。你们两个真的是一个月华太子，一个真太子，而且两个人的唯一共同点就是反正都不听杜华的话。